关注国防科技动态，聚焦国防工业发展。大家好，欢迎打开新一期的国防科工。强大的军工力量铸就强大的国防实力。新一期的国防科工将继续带您走进军工领域的明星装备。首先来看国防科工领域有哪些最新消息。1月15号，中国核工业创建65周年。65年来，中国核工业从两弹一艇到核能发展，铸就了共和国坚强的核盾牌，建立起了只有极少数国家才拥有的完整核科技工业体系，显著提升了我国的国防实力和国际影响力。1月12号，海军055型驱逐舰首舰南昌舰归舰入列仪式在青岛某军港码头举行。南昌舰是我国自主研制的055型万吨级驱逐舰首舰，先后突破了大型舰艇总体设计、信息集成、总装建造等一系列关键技术，装备有新型防空、反导、反舰、反潜武器，具有较强的信息感知、防空反导和对海打击能力。南昌舰的入列标志着海军驱逐舰实现由第三代向第四代的跨越。远火系统装备人民陆军至今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了。那么在这10多年中，远火系统给整个陆军的作战体系和作战方式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呢？我们来听一听军事专家魏东旭的解读。陆军的炮兵部队装备了远程火箭炮之后，它的远程的精准的火力打击能力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，可以说它是陆军手中的大杀器，也是这种战略的火力打击平台。那么远程火箭炮呢，首先它是一个机动平台，可以伴随陆军部队进行这种广阔的这样的一个机动，那么前锋部队打到哪，它的火力支援就可以跟随到哪里。除此之外呢，现在的远程火箭炮啊，它的智商更高，变得更聪明，不仅打得远，而且打得准，因为它的这种战斗部包括它的弹头上可能都具备末端的制导设备，那么一旦到它进行这种末端的火力打击的这个状态下，或者说进入到最终的俯冲式的攻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，那么末端的制导装备就可以进行弹道的修正，能够保证精准的命中目标。远程火箭炮最大的优势就是我可以打到对手，我可以打到敌人，但是敌人打不掉我。这样的话呢，火力发射平台可以在安全的环境下进行这种火力打击，或者说进行精准的火力覆盖。那么由于它的射程非常远，而且它的战斗部威力非常大，一般的目标它都可以搞定。那么无论是对方的装甲作战集群，还是对方的这种后方的指挥中心，可以说只要进行一次远火的齐射，我们都可以把它的作战能力和指挥能力彻底的归零。那么以后呢，远程火箭炮还要不断的发展，不断的完善，它会变得更灵活，它的功能性也会变得更加的多元化。国防科技工业的发展带来的是武器装备的快速迭代升级，而武器装备要想在战场上所向披靡，发挥出巨大的威力，除了先进的技术，更离不开精心的维护与保养。那么今天我们就带您走进这样一位让坦克重焕生机的装甲兵，铁甲神医马占东。在前不久的某次集团军战术演习中，马占东所在部队的坦克分队正在实施快速机动，准备占领发射阵地。就在此时，一辆坦克突然出现故障，无法启动，挡住了身后车队的行进线路。就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，分队指挥员立即下达命令，请马占东班长来。马占东一路飞奔而来，通过对故障部位的快速排查，精准锁定了故障原因。不到3分钟，坦克就重焕生机，轰鸣起来。在那次演习中，马占东以93%的修理成功率受到上级表彰，铁甲神医的称号当之无愧。我们都知道这个战场的环境和态势是瞬息万变的，
在装备突然出现故障的情况下，我们能用五秒钟解决的问题，绝不能用六秒，因为我们知道每一秒钟都可能决定着生死存亡。下面我宣布96A 坦克履带断裂竞赛开始。要想练就过硬的装备技术保障本领，就必须付出大量的时间进行丰富的理论学习，扎实的修理实践，使这个装备的每一个零部件每一个环节都了然于心。这一切都离不开四个字，那就是勤学苦练。从军24年，马振东经历了所在部队的3次换装，但不管外部环境怎么变，他都相信每一次改变都是新的起点，都是帮助自己走向更好的垫脚石。在面对新装备出现的技术问题时，由于缺乏经验，修理团队难以提升维修效率。为此，马占东立下2个月形成保障力的军令状。那2个月时间，马班长带领了一批修理骨干，就关于这个故障坦克的零部件进行拆卸，小到一个垫片一个螺母，每天在攻坚时速。他这种废寝忘食的工作中风，让人们称呼他为马疯子。就凭着这股疯劲儿，马振东不仅熟练掌握了上千组零部件的相关数据，还日复一日地坚持做好装备精细的维护保养。在短短2个月的时间里，熟练掌握了各类疑难杂症的排除方法，再次修理装备时已变得得心应手。在四集团军组织装甲装备尖子比武中，马占东主动请缨参赛。为了能把修理效率提升到最快，他放弃了所有休息时间，白天跟大家一起练，晚上自己开小灶加练，手磨破了就缠上胶布接着练。但就在比武前的一周，忽然就进入到了瓶颈期，无论再怎么专心练习，成绩就是提不上去。经过反复思索，马占东发现齿轮啮合对接这一过程是提升修理速度的关键。在拆装手法已经无法提高的情况下，他决定从工具革新入手。凡是能用得上的工具，马占东挨个试了个遍。经过上百次试验，他终于研制出坦克主离合器快速对齿装具，使得对齿的时间由原来的1分钟缩短至3秒钟。最终在比武考核中取得第一名的好成绩。即使在基层岗位上，也要不断开拓创新，这是马占东对自己提出的要求。近年来，仅有初中学历的马占东通过自学相关知识，发明了履带车辆行动部分辅助拆装工具，99式坦克自斜式吊装工具，大大提升了装备修理效率和修理水平，并先后2次荣获军队科学技术进步3等奖。在部队，修理专业不是主角，但是在战场上，每一个岗位都不是配角。从我穿上军装那一天起，我就做好了随时上战场的准备，告诉自己，装备维修任务永远在路上。又到了互动时间了，国防科工我来帮你问，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，您的精彩提问将会得到专家大咖的精准解答，还有机会获得国防科工送出的独家纪念品。有网友问，印媒近日报道印度国产舰载机光辉战斗机成功在航母上着舰了，请问这款战机性能怎么样？从首飞到着舰为何花了8年的时间？ FCA 舰载型飞机是2012年首飞上天的，直到今年年初他才登上了航母，这期间呢间隔了8年。为什么会间隔那么长时间呢？其实 LCA 的舰载型它分为2步走，第一步是改外形， LCA 采用的是5尾3角翼这种布局，这样的一个布局是不适合上舰的，因为它的起降迎角状态下的升力系数比较低，滑跑距离比较长，上航母有一定的困难，这个是经过理论分析和实践证明了的。为了让 LCA
上舰，它必须在外形上做一个改动。它采用了俄罗斯苏-57前缘涡控技术，前缘涡控板，增加以后呢，可以改善它的起降性能。先把外形改了，来证明这款飞机能够上舰。之后呢，它才加装了尾钩。加尾钩的全状态型的 LCA 是在2018年才首飞成功的，因此两年之后它登上航母，应该说这个进度呢不算太慢。这款战机最终能否列装，现在应该说还是存疑的，因为印度海军对它不满意。这款战机在研发的过程中呢，海军已经发现它超重比较严重，要求它把重量减轻一吨。那么它空重是6.6吨，减一吨大概要占它空重的15%，难度是非常大的。如果上了航母以后，这款轻型战斗机作战能力是有限的，它的载弹量、载油量都不足，因此作战半径也好，挂载的武器也好，都会受到很大的限制。感谢专家的精彩解答。有网友问，电磁装甲是新一代装甲，被视为四代主战坦克最为理想的防护技术。那么它与之前的被动防护类型装甲有哪些不同呢？为什么代表了最先进的装甲技术呢？电磁装甲不像是传统装甲，它靠本身的材料强度或者是靠一个立场来实现防护。电磁装甲是靠两块电极板，那么在来袭的弹药击中这块电极板以后，从前板向后板击穿的这个过程中会突然通电，通电以后呢，两个电极板之间会产生巨大的电能，这个来袭的弹药也就是像保险丝的角色一样，它就被短路然后被烧断了。接触到坦克之前实现防护的可以把它称之为主动防护，在接触到坦克之后的这就是被动防护了。主动防护系统表现出来的可靠性，表现出来的性能比电磁装甲更好，所以很多国家在搞四代坦克的时候，他们都首选的在坦克上安装了主动防护系统，而舍弃了电磁装甲。也就是说，主动防护系统现在也成为了很多四代坦克的标杆技术之一。感谢专家的精彩解答，请您继续关注央视军事和我们互动，参与互动的网友将有机会得到我们送出的奖品。好了，一起去看一看本期的奖品是什么吧。今天的奖品是一套筑梦海洋精美邮册，希望您能喜欢。更多国防军事资讯，更多移动视频，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，关注央视军事的央视频号，或者通过微博、微信搜索央视军事关注我们。好了，国防科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